当西方的经典歌剧《卡门》碰上台湾歌舞，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？最近有剧团做了这样的尝试，而且把《卡门》的故事场景从西班牙搬到了台北东区，带你一起来看看。周旋在不同男子之间，风情万种的卡门从西班牙来到台北东区，同样浮游在迷眩的爱情中。音乐时代剧场改编西方经典歌剧《卡门》，融入台湾元素以及现代流行音乐，推出全新的歌舞剧《东区卡门》，要大胆剖开都会男女的爱情真面目。我们的歌舞场景，是在历来有史以来是最多的一次。那么我们希望让我们，办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的歌舞剧的歌舞不只是在某些场景出来衬托，而是说真的用歌舞来讲故事。绚丽的夜店场景直接搬上舞台，演员在台上又跳又唱，突破自我的尺度。为了完美呈现，每位演员几乎都练舞练到受伤。有一些舞者他们也很少会穿这样的高跟鞋这样跳舞，所以对我们的脚，就是膝盖啊脚踝，其实那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国内的这个我们歌舞剧的发展嘛，就是大家我们真正有能跳能演又会唱的这样的人才并不多，那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。过去大多是制作历史剧的音乐时代剧场，这一次挑战全新风格，以当代的观点重新诠释经典歌剧，让观众体验东西方艺术交叠的表演激动。记者蔡英蕾琪，台报导。